兄弟们出大事了，超级神狗的地位恐怕不保了。今天超级泡泡的升级版超级泡泡相伴上线了测试服，在超级泡泡相伴上线之前，原超级泡泡的价格已经涨了不少，很多玩家也是对新版超级泡泡给予厚望，想捡漏买个超级泡泡等待加强。然而主播老王登上测试服，看到升级超级泡泡的条件，彻底懵了，需要通过神豆豆才能给超级泡泡升级，而且是有概率成长为超级泡泡相伴，需要的神豆豆数量不定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而且超级泡泡相伴还可以指定获得，通过99个神豆豆加一个零豆豆就可以，所以官方给出的定价可能跟生肖神兽差不多。老王也是第一时间借了一些神豆豆，准备给超级泡泡进行提升，先是给了一个神豆豆提升失败，又给了5个还是提升失败，继续给10个照样没有成功，接着又是30个还是失败，接近50个神豆豆给完了，按80块一个计算，投入了4000块竟然没有成功，算上买超级泡泡的钱至少有7000-8000了，竟然还是超级泡泡。看到这里囤超级泡泡的商人应该慌了吧，最后老王把剩下的53个神豆豆直接给了，没想到成功了，喜提超级泡泡相伴一只，这波总成本上万了吧，跟零豆豆兑换差不多。兑换完成，接下来就是测试了。泡泡相伴的技能介绍是物理攻击触发必杀时临时提升伤害，进行一次强力追击，类似于嗜血追击吧，各位直接看吧。这只超级泡泡相伴套装带的是高级连击，来，这回泡泡厉害了，我也出手试试，第一下没爆，正常连击没爆，马上要猛了啊，暴毙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棒，强不强兄弟们，暴毙来了，来快来连击，哎我操，哎等一下我懵了，这只宝宝打了4下，这只宝宝打了4下，这只宝宝打了4下，带连击套打了4下啊，一回合打4下，是勾连套不是上个套啊，两次勾毙追加2下，那理论是无限打呀，暴毙了，追加1下，追加了1下没暴毙，3下可能是追加的那下必杀不算，普通的连击2下就追2下，这次应该再来1下，这一下暴毙也没有用啊，3下啊 OK 啊，一下必杀一下相伴，连击最高4下，没有空袭套，连哎追加1下，追加1下，测试不能打临时吗？好像能，哎他为啥这次就没有了呢？必杀啊，追了1下啊，他啊必杀他连啊，对不一定触发连击3下，哎呦。来个马，好的，追加了1下。好的，兄弟们，这个超级泡泡，超级泡泡和神狗谁强？你们觉得？超级泡泡和神狗一样缺技能，神狗是越战和偷袭，超级泡泡是偷袭和连击啊。看完技能测试，接下来再替那些买了超级泡泡的玩家进行另一个测试，就是需要多少个神豆豆才能提升成为超级泡泡相伴呢？兄弟们，我整个人晕过去了。但是我不能反悔。哎呀，我操，成功了，兄弟们，成了！哎，一个一个给成了，兄弟们，我看见了，一个一个给成了，第50个成的，我靠，50个。最后经过老王测试，一个一个提交神豆豆，给了50个，终于成功升级成为超级泡泡相伴，算上买超级泡泡的成本，升级为超级泡泡相伴总成本得7000以上吧，各位觉得值不值得呢？超级泡泡相伴能不能跟超级神狗一较高下呢？